各位同学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新一年二册第四十五课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单词。第一个单词 clear，clear 我们以前学过，它可以表示清晰的、清楚的、清白的，在这里表示无罪的、不亏心的。conscience 作为名词表示良心、道德心，大家可以记住两个词组。第一个 have a clear conscience， 有一个清白的。无罪的良心。Have no conscience， 没良心的。Wallet， 皮夹，大家在很多词典上会查到，是 wallet 表示什么男用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单词 purse 表示女用的。大家注意一下，其实钱包本身它不可能分男女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我们经常把它分成男用的和女用的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大家首先看注意第一个单词 wallet， 它就表示钱包。不管是男用的还是女用的，都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包。但 purse 这个单词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它本身的意思呢，并不是钱包，它其实本身的意思叫做手包。大家会发现，很多女生，好像好多女明星一样，出席正式的宴会场合，她会手边拿着一个闪亮的、非常漂亮的那种女用的这种手包，这个手包就叫做 purse。但大家发现，男生很少会拿着这种宴会用的、这个晶晶亮、闪亮的这种手包，对吧？所以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通常把这个女用的这种手包叫做 purse， 而普通的钱包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就叫做 wallet，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区别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往下看 savings 作为名词表示存款，它源自于动词 save， save 我们在三十一课学过，作为动词表示节省积攒，所以积攒下来的就是存款嘛。 village 村民，大家把最后一个字母 r 去掉，village 我们学过，名词可以表示村庄，所以加上 r 变成对应的人 villager 村民。 percent 表示百分之一，如果大家想表示百分数的话，可以直接在前面加上数字就可以了。如果想说百分之十 10%， 20% 20%。 好，四十五个单词我们就讲这么多。